秘书长，他的厉害哈。啊，等一下有机会我会再重新讲一遍。如果说各位想要了解什么产品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直接点菜，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呢，你可以直接点下去，啊，可以点下去，然后求讲解，在图片上面有个叫做求讲解，啊，你想要了解这项产品的话呢，你可以点一下，那我就会找机会呢跟你说明，啊。那如果说老朋友呢，你在使用我们的产品上面有不清楚的地方呢，也可以在直播间呢直接跟我询问，我会现场帮你做解答，好。我们线上来到296位，那，啊，我们再来玩游戏要不要？好。啊，我现在不知不觉已经8:30了。那我跟你讲哦，刚刚还没有结账的朋友们，你们要在我直播间的时候赶快做结账哦，不然我们刚刚的特价哦，直播一结束呢就会恢复到原价。好，啊，要不要等你们结账？要不要等你们结账？是不是要等你们结账一下哈？好，那你们先结账，我们玩个游戏好不好？ Yeah, 我们来玩我们刚玩的猜成语吗？猜成语的，好，那个 Jack 说好去结账哈。OK， 我们来猜成语哈。我们刚刚猜什么成语？我们来猜成语哈，然后猜对的朋友们呢，我们今天会送你这个礼物哦。我们有转盘呢，我们会依照颜色哈，看转的，你看你转到什么颜色啊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如果转到橘色头奖，我们就送韩国的卡式卡夹，韩国卡夹包包皮夹。再来我们还有送眼影 Miss Ha， 韩国的 Miss Ha 眼影，这个价值都200多的。再来我们有送私密处面膜，价值239，我还没讲头奖这个包包呢，这个在店面卖的话这个要599。另外还有韩国 JM 面膜，我们今天送的东西都韩国的，还有巴黎小姐的东西，韩国 JM 面膜，大家有付过就知道，韩国 JM 面膜这个市价差不多是在100多块哈。今天送的都太好了吧？对，我们今天都给很多很棒的东西哈。好，那今天好像是很多朋友在吃尾牙嘛，那吃尾牙都要参加摩托彩，对不对？那你没有去吃尾牙，我们还是让你摩托彩啊，好，所以等一下大家要踊跃回答哦，踊跃答题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猜。我们来猜一句什么成语吗？成语形容词成语好了，不给你们看。哎，我刚刚一开始出太简单，你知道吧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？可能是。啊，现在出成语又比较难。不小心，是吗？刚刚出成语还不小心，马上被猜到。啊，对，是吼。好，来四个字，来成语吼。我用台语讲，我用台语讲啊，来喝。哦，这个台语吼，我用台语讲啊吼。这个物件四个字，有四个字吼。啊，有水果在内底。这样很像公布答案了呢。有水果，水果，吼，啊，有两项水果伫内底，吼，啊，四个字，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，咱互人帮助吼，爱感谢人，爱感感谢吼，我的台语真的是，我爱讲报答，安尼吼，即句话就是即个意思吼。啊，内底有两个水果，安尼有人叫出来无？有人有叫到无？你们可以随便答哦，搞不好就让你蒙到了吼。哎，安尼有人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啊，太恐怖了，有人第一个。那个谁？太厉害了吧 ！Michelle， 你太恐怖了，这是让你猜到了。
分呢。我拄仔真诶讲哦吼，两种水果对无？两种水果对无？啊，咱感爱感谢对无？对不对？没错，正确答案呢就是米歇尔的投桃报李，太厉害了！我还以为成语会很难呢，原来结果太简单了，他们那么容易就猜到。哦，那我太小看各位了，是我自己没念书，不要太小看各位了。好，讲得很清楚是吗？好 ，P 字样也是投桃报李哈、哦、，OK。那恭喜呢，我们的 Michelle 哈，阿 Peace 杨，我们机会让给，有没有下一位朋友还有答？来，我跟你讲哈，不是说第一位朋友啦，其实我们就是给新朋友机会好不好？因为老朋友都很聪明，你知道吗？我看我们新朋友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哈，我们给他机会好不好？所以新朋友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哈。来，那个。来，你 share 我们看一下你的手气如何哦，我们来转盘，看你今天能够抽到什么奖。来，多、哦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到橘色，我没看哎，这个是私密处，私密处面膜，恭喜得奖，私密处面膜，来恭喜你 share， 来给你截图，截图。好，截图好呢，跟我说一哦，哈，好，那这个你可以截图发给我聊聊小帮手。啊 ，P 十样人好好哦。哎、欸，对 ，P 十样哈 ，P 十样他是我们的老朋友，常常得奖，对不对？好，截图好了哈，好，那记得就是我们左下角呢，购物车里面呢就有一些折扣码哈，各位可以去领哈。那我们卖场是199发货，199发货。那要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优惠价来讲的话呢，我刚刚推荐到的商品或者是我们直播送的东西呢，就一定要在我这个时段，我们下播的时候就要去做结账哦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刚刚已经有朋友在做结账了，跑去结账了，对不对？他就没有来参加这个猜谜活动哈，但是你还是可以。可以猜啦，哦 ，P 十样你还是可以猜哦，好玩嘛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猜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不要来再来猜一题？再来猜一题，要猜一题什么题呀、啊？来猜一个成语题，好像太简单了，怎么大家都那么聪明啊？谚语，八个字的。八个字的谚语是吗？哦。要增加难度哦。我要用台语哈，我要用台语哈，来看卖好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看一些谚语真的是，来，来板给我。哦，我可能讲的吼，啊，就有人会摇出来安尼，大家拢这厉害着。每个都太会猜了。对。知识王。我只要把那个形容那一句话在形容什么事情的话，基本上就猜得到了。嗯，真的。这样我不能这样说。而且都不到三分钟。对呀、啊。就猜着。这样我不要怎么说呢？不给你们看。你们的年纪都在几岁啊？如果我让你们猜歌的话，猜歌名的话，说不定你们男生二岁，女生都18岁，都这么小，那都听什么样的？五月天的歌还是那个？来，我们来猜这个。好、哦，这个这句是七个字，哦，七个字，哦，七个字内底呢，来这个字吼、哦，我也是把迄个意思讲吼，恁就会摇。啊，我也不爱讲意思吼，我予恁摇内底的字，啊，恁家己去斗，安尼。
安尼有法度无？吼、哦，一个字一个字讲。嘿，感觉比较妙。哦，啊嘛无遐简单嘞。怎么讲都是个问题。对，又不能讲到那个字。有关于后面那个东西。这个跟这个有关系，这个有关系，吼、哦，这个物件有关系，吼、哦，七个字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物件也是无伫遮吼，这个物件无伫遮，我讲迄个有，很容易讲出来，其实。对啦，都不能讲，我、哦、好难哦，我自己在解答都好难哦。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。才有500元，才有1000元，对无？啊，才有100元吼。啊，即句七个话内底有，都有迄、那个，都有迄个物件吼，都有迄个物件。也不是。有人摇着啊？